咱们机器呢，出厂状态是这样，尤其是这个顶杆，它会在上面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新机这面这个盖打开，往油箱里面加注油，到达一半的位置吧，也就大概及这个位置，大概在30升左右的油吧，由这里面往里面加注，这里面。加完油之后呢，要启动咱们这个油泵按钮，这样，然后呢，摁这个停止键，确保这个顶杆，回到它的原位。这样的话，才能启动这个机器，也就是咱们这个页面上这个回首位，这样。